今天我们又来到了这个小新城啊，这个珠宝店啊，它旁边是这个杭州的这个丝绸啊。我看这边有些这个顾客啊，我就随便拍拍看看啊，他们在挑衣服啊。那边也是，看现在有什么新的衣服没有？店长推荐，99块。像别的店好多都挺，人挺少的了。你们好。来买东西来了，这些东西贵不贵啊？觉得？啊？你觉得这些东西贵不贵啊？不知道。你不知道？你们懂行？我不懂。他卖的东西贵不贵？他有特价的。有特价的。啊，你挑特价。哦，我听的口音是山西，山西口音是吧？对，一千是200多吧？啊。他现在100多。哦。你觉得跟别的地方比起来的话，跟你老家？地方老家，老家衣服一般没有这种，不卖这种料的。啊，没有这种料，所以你过来，你是怎么打听到这挺难找的这个地方？我们每年来这儿。啊，每天都过来，你是老顾客。老顾客。啊，老顾客。老顾客。哦，这样子的，那挺好，挺好。你是老板吗？我不是老板，那是老板。我们也过来看看转转，陪着我媳妇过来转转。对，这是老板，那小伙子是老板。对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我们今天又过来看看啊，转转转转，看这边的老大姐们也来挑衣服，挑好衣服了已经。啊，挑好了，这个姐姐挑的。大姐，您是哪地方的？老家是哪里的？山西太原的。啊，你们是一块的吗？你们几个？不是。不是，就我们两个是一块儿。啊，就你俩是一块儿的啊？那两个是山西的，我听的口音。来结账。结账去了啊？怎么觉得这里的东西怎么样？为什么在这买啊？我们是正好逛的这儿。啊，正好逛的这儿啊。正好是走到这儿来。走到这儿来了。我就想问问这里，你们对这里的东西的评价怎么样？觉得它价格怎么样？还行啊，就是个嫩娃。就是个嫩娃是啥意思？还行。哦，拿的现金，不拿微信，不拿那个什么。微信有现金啊，不缺钱，不缺钱。这现在裙子多少钱啊，老板？这个是158。啊，158的啊、哦嗯。你们觉得158贵不贵啊，老板？你们这不贵啊？看你们是见过大世面的。转转，大哥好。哪个小区的？啊？哪个小区？哦，银泰之星的啊、哦，哦，那个小区现在也挺好了，现在位置不错了，现在啊，过去有点偏，现在看起来周边都建了大楼了。这地方不潮，不潮是吧？对，所以叫银泰之星啊。它那个地方离海边比较远。对，比较远，对。我看好像淮河路的6号。淮河路6号离我们在我们前面的。在你们的南面吗？啊，南面。对。我那个小区我去过几回，不错的。嗯，老小区，但房价特别便宜啊，房价特别便宜。这地方的房价不能说。而你们小区更便宜。我买的早。买的早，哪一年买的？2006年。2006年多少钱买的？1000多块钱。啊，1800。1800哦，将近2000了呢。啊，那对，现在还是那价格吧，可能。差不多，那价格对。你是？我是檀香荔湾的。啊。檀香荔湾的。啊，在大学再往东走，哦，第三个小区，新建的吧？那个小区。哎呀，跟你们小区，我们是2009年、2010年前后吧。对，我说以前那边没见过。没见过啊？哦，那边哦，在东大东边转转啊。对对对 对, 对。行，我看看这边他们挑衣服，这大姐过来买衣服来了。你不是老板吗？你说话不算数。我这边是我们店长说了算。你在哪个店？旁边那个珠宝店。你看看这衣服，大姐。大姐哪个小区的？你看，银泰之星。啊，你们是一块的？啊，就你俩是一家是吧？我们是一家。啊，刚才我问了你了，对对对，你又回过头又挑一家。我看一下这个了。啊，看这个了。嗯，他给我便宜。多少钱？嗯，优惠。那个我们这里是加会员，一会儿会员。行，加个会员。啊，有会员制啊。对。嗯。大姐也在挑衣服，这些衣服就肯定贵，它很那个，
我感觉很板啊。这种衣服叫什么？这个衣服不贵，还不贵啊？对，我看这板板正正的。对，它是欧版加了。我看价钱多少钱？这是啊，188，那真不贵。那是项链，我看这个是。我还以为这是那个什么呢？属于那种高端的这种说缎子啊，或者叫什么玩意儿的？这是缎，是缎。是缎。是不是真丝吗？丝缎也是真丝。丝缎啊，哦。这个它咋那么板呢？这么挺拔呢？好像是特别皮。给人感觉好穿起来很高贵的感觉，很高贵。这个是欧款里面融入了中式的元素，这一套是358。35，那它是写的怎么200？这个是项链啊，项链啊。对，这个项链是那价钱。项链啊，那项链你要是翡翠的话，可值钱了。这个还有会员，还有折扣，还有折扣啊，358还有折扣，一身是吧？一套，那这个样子挺好看的，好看，这是高贵典雅，嗯。像这些东西的话，这些衣服的话，我觉得很普通，对，没有那个一看就拿眼儿，那个很高档哈，看一看就很高档，这个也很高档，也是高档哦，也挺的，也是中式的，中式风格哦，反正我对衣服没研究，这个好像这个裤子是个裙子，也挺板，也挺板的，它是这样设计，这个一套多少钱呢？这一套的话是288的哦，288比那稍微便宜呗。嗯，哦，山水画呀。嗯、这是168不还价。对。这中式纯中式，好像给人感觉那种山水画一样哦。是的。哦。然后我们这个现在有种新款秋冬的马甲。啊？这种。秋冬的。秋冬马甲。对，加厚了。哦，这个多少钱呢？这个是199，199，那优惠呢？两面穿，可以打，我们这会员都有折扣的。有折扣是吧？对，会员都有折扣。哦，会员有折扣。对，得办会员才行啊。办会员得多少钱？还有积分，不用钱。啊，不用钱，只要办了会员。对，办了会员就有折扣，而且还啊，不要啊，我就人家会员都是一般通常他们的过这个商家都是采取你给我交200块钱，交300块钱的话才有个会员资格。哦，那是充值的。啊，那是充值。那是充值会员。我觉得好像他们过去有的是办会员就要交钱，好像。原来有。你们不搞这个？现在没有，我们现在就没有这个。实打实的。对，实打实，直接优惠。哦。啊，实打实优惠的。这是男士的是吧？是男士这种是真丝的。是真丝的。对，这种99。99，你写的128。这边的。那128。这边的99。哦，99的啊，这是99的。99是。哦。我发现你这里女士的多，男士的少。女士为主。对。男士。女同志嘛，喜欢穿的花枝招展一些，喜欢打扮一些，喜欢对，女文半年天，对，男人好像不太讲究穿，像我的话，一年到头不买衣服。是的。你看这个158，这个也挺好啊。对，这个的话，它的效果。这个叫什么？是缎子吗？这叫。缎。168，是的，是真丝的。哦，这个是练功的，这是伤蚕丝的。伤蚕丝，伤蚕丝是好吗？像伤蚕丝，它属于蛋白丝。哦，它属于香芋纱系列的。哦，这种在商场是3000多的。3000多，这个呢，和一样吗？不一样，那个档次就低一点，这是200多的。299。这个是我们是3650的。卖多少钱呢？打好折是这里是980。哦，900多块钱啊，那是够贵的啊，138。嗯，这里好几个款。对，还有这个款。哦，我对衣服没研究，我只是过来随便看看，习惯性的啊，走哪儿拍到哪儿。行，看一看就行。